里边就可以了，这个跟业务又没啥关系，对不对？这又可以往里封了吧，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就一点一点完善起来，越封装越全了，对不对？这个刚才也封装到这里，这个叫什么呢？获取一个 layout， 直接放到这里，然后这个呢直接用的 this， 啊，这个少打，应该是那个什么假设，然后这个时候呢把它返回一下，因为咱们以后这个要用的地方还有很多，咱们这个利用对话框的这种方式加载添加编辑界面这个布局还是有很多地方要用的。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就可以直接实例化出来那个布局了，直接就六一个，然后六，直接 get， 哦，这里边没加载出来是吧？出来了吗？我刚才怎么没看到？哦，在这儿。然后是这时候把我们要加载的布局传进去就可以了，咱们那个布局叫 userADD 或者没有根节点继续传上值是吧，这时候有这么一个 view 了，再下一步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把 view 的这个里边的 text box 给它实例化出来，叫 et 吧，et 什么呢？ user name， 然后找这个布局。ID.et 对吧？ username， 这时候要强制转换一下，找出来这个框的话，因为我们添加的时候直接给这个参数传个 num 值就可以，对不对？没有是吧？这个 model user 编辑的时候就传进来的有值，传进来这个 model user 对不对？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参数给它传 num 值一样，对不对？传 num 值的时候，那就不用管了，是吧？传 num 值的时候不用管它。如果不为 num 呢？当它不等于这个 num 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默认的时候编辑的情况下，你要先把它的这个 name 你给它附进去值啊？对吧？这时候要怎么做？把它的 name 取出来就可以了吧？这是在编辑的情况下，不是编辑的情况下就不用管了。另外一个，我们这里边是不是这个用的是同一个界面？是不是假？这上面的标题是来动态变了吧？你编辑时候得是修改或者编辑人员，添加时候得是新建人员，对吧？所以说你标题你也得事先得有好值，我们定一个 title， 这个判断也很简单，还是那个样子，是不是？或者是我们直接把它放到一个地方也可以，不过这样写的话代码上看着逻辑有点乱，还是在这里加一个，我们容易里边放了一堆关于这个的代码，
就不太容易看出来的逻辑，咱们在实际写的时候自己能明白的话，自己把它改造一下也可以。咱们这里边还是按照它这里的暂时先分离开，这样的话你一行一行读起来更容易读。 get string 就可以了吧。 get string 的话，我们事先要有 title 这个字符，我们要放进去，但是这里边还没有，我把它给直接拷过来用算。这个字符叫什么呢？我看一下，叫 dialog title 是吧？ dialog title， 我搜一下吧。title 再加几个字符，加个一个。啊，是在这儿，刚才没讲多，直接复制到咱们的这个 screen 里边完事。这个放一个-2s， 这是到时候可以动态替换它的字符嘛？你弹参数就可以替换掉，对不对？这个应该知道吧？没用过吧？你想想你。一会儿先演示一下，一会儿你就知道这个好用了，对不对？你要不用这个的话，你要怎么弄就比较麻烦。你有什么？因为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哦，这个现在还是错误的，看不到，先把这个给打完吧。你有出来一个这个数组，在里边放什么呢？还要 get string 一下，这个应该能看懂，比较容易看懂。然后把刚才咱们的那个 title add title 编辑这个里边也没有，我们要放，因为这个新建和修改我们这里边要经常的用。我来搜一下 title add。哪儿呢？这个是吧？新建和修改，直接也在这里直接放好，这个单独给它放一起，这个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系。怎么做呢？点 string 点 title， 这个如果为空就是添加，对不对？否则的话，这就是这样。把这个直接给它复制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它咱们平常最常用的就是 get string 里边直接 add string， 它直接把你转换成 string 字符，对不对？打一个资源，对吧？它这里边这个方法其实有两种方式的，还有一个第二个传格式化的这个参数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在这里边放这个-s 之后，它会自动按照你这个数组的顺序把你这个字符给替换掉，知道吧？但是你在这里边放呢，当是两个字符的时候就不能这么放，它应该是要报错的。在之前用安卓我记得是 2.2 之前的版本吧，就是在此之前呢，当时用的是不会报错的。后来转成安卓 2.2 之后，这个字符我当时是记得是用了两个-s， 当时存的时候就报错了，它是要改的。这个我们有地方用到这种两个字符的时候，我回头会给咱们演示一下。咱们先记到这一种方式，就是当一个字符要替换的时候，就是用这种直接就可以了，知道吧？你要是不这样做就比较麻烦了，是不是？你 if else 判断，然后这后边呢，这你得弄两个，一个叫新建人员，一个叫删除人员，然后不停的用，对不对？当他后面他这个人员他改了，他说我又叫用户了，你又去找出两个字符去改，对不对？当你这种字符串一多的时候，你就麻烦了，又开始在那批量替换，又开始弄，对不对？
像这种情况我直接后边一改，前面什么也不用动，对不对？里边代码也不用管它。好，这个把它换成 EDIT title， 这是 title 过来了，对吧？然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要实例化这个，实例化出来这个警告框了。alert， 然后 dialog， 这个对话框，这个你实际用过没有？用过是吧？用它加动态加载过布局没有？也用过是吧？行，那就因为这个实例化是必须要用这个 builder， 这个它是一个内部类，你知道吧？它这个等于就是防，它这个就用了那种是，比如说类似于单例或者什么设计模式，它就防止你用new来实例化。这个你要实例化它是怎么实例化的？必须要用它这个内部类，不让你直接实例化这个对话框，必须要用这个内部类。这个呢要把这个上下文给它传进去，对吧？传参数要传上下文，传出来之后呢要设哪几个东西呢？我们把 title 给它设一下，就是刚才咱们准备好的 title 吧，对不对？然后设完 title， 把它这布局也给加载进去，对不对？咱们刚才已经故事化好了，把布局要加进去吧。再下一个呢，布局设了，咱们可以看到咱们那个上面还有个小图标吧，是吧？这还直接可以设图标，对不对？直接设图标，咱们那个r.dribble.user 闭着来看，这就可以了，用的是这个图标。然后这里边可以设好几个按钮，这个应该知道了，对吧？应该是三个吧，我记得。什么一个确定的，一个否定的，还有一个中性的，是不是？就类似于这种，比如说你喜欢这部电影吗？喜欢。一般不喜欢，这个一般就是中性嘛，对不对？咱们这里边用不了这么多了，咱们这里边就一个确定一个否定就可以了，对不对？咱们这里边设这两个就可以了。点 set neutral， 我看我在这里边用的就是，哦，这个好像是中性的吧，用的是这个，然后还用了一个就是，哦，这个还是先把这个给写完吧。这个你要给它传几个参数，传两个，对吧？一个是你想给这个按钮弄的这个值，这个按钮你要付什么值。这时候我们又需要两个字符了，我把它直接粘过来。这个字符的话，一个是保存，一个是取消，对吧？这两个值在后边也会经常用，所以说我们也把它直接给它分离出来。哦，这个我刚才给关了是吧？那个 string， 再打开一下。一个是，我来找一下那两个叫什么呀？八千。文本，这个保存取消是吧？直接复制过来，取消了。嗯，保存和取消，我们来给这个按钮复一下这个值 getString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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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是它的一个点击事件的这个监听器吧，是不是？在这里边，因为这个咱们就不能用内部类的方式，因为这个代码非常多，很复杂的。我们在这里边直接还是写一个类，写一个私有的这个监听器类，继承的那个类就行，因为代码很多。
内部类代码很多很复杂的时候，就要单独的分离出来，让你的代码看起来不会太乱，是吧？实现。实现它的这个 dialog 它这里边的 onclick 就是对话框接口的 onclick 这个时间，对吧？这里边要实现一些方法，我先放到这里，这样暂时先代码写成这样，这样不报错了吧，对吧？然后在这里边直接 new 一个出来，onadd 这个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个还不行，为什么呢？你在编辑的时候总要给它传几个参数进去吧，对不对？把你的这个实体类给传进去，把你这个文本框给传进去，因为你到时候要做数据校验，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否保存，这个你可能现在还不太理解，这个没关系，我们一会儿用到的时候详细解释一下。我在这个类里边先把这几个值给放进来，我们要还要这个类让它要求它传几个参数进来，同样的用我们的 M， 然后还要传一个一会儿要做数据校验的这个编辑框进来，或者是这个给它改成一个全局变量，我看一下啊。那还是用传参数的方式吧，把这个文本框也传过来，因为值也不多。这个文本框这种值的话，直接就用咱们这个 ED， 留点内容，还传进来一个要有一个 bool 值，这个 bool 值呢？是判断它是否点的是这个保存按钮，是否保存的这个按钮，我们在这个里边就要传参数了。传参数的话，传一个是刚才咱们取出来的那个 model user 要传进来吧，这个直接用的是参数 p model user 要传进来，刚才实例化之后的这个文本框也要传进来 p user name， 然后这个是保存按钮，传个 true 进去，是吧？先传这么多，这里边参数不太了解没关系，一会儿咱们下边的这个 onclick 里边程序一写你就了解了。这三个参数之后呢，我们要再打一个点，要设置它的这个取消按钮，用这个 negate 这个就可以，然后这个呢直接也传这个，然后字符的话我们直接抄过来修改就可以。这个是取消参数呢，弄成这样，因为我们是取消，这些就都弄出来，那就可以。哦，这个如果我不给它传的话，应该哦还是不行，还是要传的。我
为这个不传，咱们是用反射改的，只是不传的话，到时候还是会有问题。